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。首先啊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发大财！好，这么时间过得也真快哈，这一年就过去了，匆匆的庚子年、鼠年呢、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迎新送旧啊。但是过去的一年，真的是让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很意外，尤其在去年的新春过年以后的三月啊，大跌的，让大家认为说啊，这个行情完蛋了。其实危机就是转机，从三月十八号以后沿路的大涨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对股价的问题啊，你一定要有先见之明。像我每年呐、我都会在过年的时候我会减码。我去年的过年减码就避开了600多点的跌幅，然后从3月18号我沿路的跟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，那里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，至少58。那我的这些都是根据什么？根据道琼理论的所谓的长线的看法，就是我的著作常常在讲的埃列特波浪理论，因为从波浪理论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所以我在8523的时候，我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，这个有一个延长坡，这里有一个延长坡。那我的根据是说，这个在1993年3098涨到2000年的10393了，总共涨了7295点。那修正完了以后，3955起算是这个是主升段，这个主升段是又长又远了，所以我用3955至少会涨到7295，至少会涨到这个，基本上至少会涨到11250。结果这是在，这个是我九年前我所估计的，结果在2018年的时候达到11250，所以我公开的讲14066会来。你在这个时候来讲14066会来才是厉害了。后来大家15000、16000，大家都在猜，甚至有的猜20000，这个都没有根据。我的根据很简单，我的理论很简单，我这个都是根据道琼理论来把它化成，对吧？所以我对未来的行情我很乐观。好，比如说我当初规划到14066嘛，这个是我在7月28号，去年7月28号我就提出来14066这个概念了。那时候刚好突破到13000多少嘛，13031嘛。那个时候很多人是看空了，认为说这个地方会下来，结果还是上去嘛。这个我这个线是半年线，用半年线，就是每一根代表半年哈。那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会涨，至少到14066。后来的延伸波14898、15755，把都过，那最后的算法是18545。我们一步一步的看，我们一步一步的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对长线的行情的规划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说空？没有嘛？即便在岁末的时候，年初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行情啊是修正波，你要懂得避险。修正波中线的规划行情告诉我们什么？从8523到13031嘛，总共涨了4508点。修正完了以后，从12480，你至少也要涨4508点嘛，那就会到哪里？就会到16961688嘛，就是17000点了，至少会到那边了。那在这里休息要做更长远的路，但是2021年因为涨多了嘛。你想想看，在去年从8523涨了那么多，那当然要休，涨多休息，涨多休息，将来再涨嘛。所以在2021年，我跟大家报告，前半年都没有问题，前半年跟对照去年景气的低期啊，都是看好的，不可能发生这里修正的原因只是外资卖而已啊，外资卖是短线的修正了啊，所以景气跟资金行情会再创新高，多头行情还会持续，
我这个理论是根据波浪理论来做接给报告嘛。那2021年的步步为营，除了敢买敢卖敢抢之外，还加一个险字，在你的心头要加一个险字嘛。因为这个险就是避险，涨多的修正坡你要避开才是赢家。过完一月份到二月份，很多人套牢了，因为1000多点的1149点的修正坡，你没有避开，很多股票是一跌就是20%以上，甚至达到30%-40%。那你找生技股，那跌得更惨。所以我们告诉各位，就是说风险的管控是必要的。那么这个邪恶的第五波的延长波，风险管控是重要的。除了买主流之外，你加入我的 LINE A 小老鼠莫5168，我会告诉你这个行情的主流在哪边，外资的买卖超在哪边，你在这边要怎么布局。所以你要长期收看我的节目，我是帮你管控风险，赚进金牛财。但是管控风险赚进金牛财，除了敢之外，还加一个险字，就是你资金的管控要管控好，心理的这个压力要管控好，这样你才有办法才享受一段行情的大行情。比如说在前年初的时候，去年年初的时候，你假如说没有把这个逃开3000多点的跌幅，8523这里，你这里先被融资被追缴，那你怎么来赚这一趟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边能够守住才有财产，这边才有得你来赚嘛。那你想涨这么多，到底怎么有行情？我跟你讲，还有行情。那我们先来回顾这一年以来，很多股票这个涨的涨翻天，你有想到会涨这样子吗？我在节目中常常告诉你，多头指标是谁？台积电。台积电在今年3月16号是235.5块吧，到最高是679块了，涨了2.88倍了，涨443块。你会想到吗？这个大牛哎，在200多块，大家怕得要命了。当初我就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时候是多头的明灯了。我们为什么我敢这样讲？因为劳退基金呢，跟这所有的四大基金抱有台积电，最多就是台积电，再来就联发科跟后来的鸿海三档股票抱的最多了。所以你看这一档股票在去年表现的涨了2.88倍，劳退基金大赚，尤其到从450块开始奔向679块，那赚得更快，哇，这一段赚得很快，跟这一段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这是庚子年最大的赢家，就是台积电。也因为台积电使指数失真了。台积电你想想看哦，它涨了443块，也就是说它贡献指数贡献了4400点左右了。所以这个指数你看到16000，你要叫它扣掉4000多点了，很多股票是不涨的了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千只股，叫联发科。这是我在3月18号276块公开喊买进的股票，一直攻到700块，我们退出下来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有机会到1000块。你看5G 晶片的大爆发，尤其到后来最近的年底的时候 ，Apple 要采用它的晶片了，你会想到吗？它是因为中国大陆和华为的关系，它来产生这个晶片跟高通对抗，竟然美国的 Apple 要采用它的晶片了，所以造就它的行情。那么它的 EPS 啊，今年是20几，去年是20几块，大概辛丑年呢，大概40块，明年啊，更可能达到啊这个46块。本益比享受20倍到30倍啊，所以这种股票有拉回你都可以注意了，这就是长线的股票，你要懂得长线布局。我当初在去年的3月28号的时候，我就谈到这个问题了。当初我讲5G啊，我那个时候全部讲5G，全部都讲5G。那么5G在现阶段来讲，已经5G 元年已经过了，我们再不谈5G了。
那时候我同时提出了普瑞 KY4966， 那时候是576块，后来涨到1440块，涨到1320，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差不多了，它涨了229%，哦，涨了744块，就个位数来讲，这个绝对数字来讲是不少了，看这个没有什么，可是那时候在涨的时候真的很可怕。我有会员买了，我带会员买了这档股票，哇！后来喷出，攻800，攻900，攻1000，攻到1300，你会想到吗？人家说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想到你就是一个有钱人了啦。说老实话就是这样，股票的事情就是这样。那时候同样的 IC 设计的四星，我也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有机会的。SIC 从149块涨到942块，你会想到吗？哇，那时候涨到700多块，就前市场风动涨了这个557块，涨了四倍多，然后修正到400块，哇，修正也很可怕，然后涨到942块，你把它想象这样算起来是665块，这最具爆发力的 IC 设计，在去年度来讲，你有买到也是赚到。后来我引申了这个利基。我从250跟介绍351块买进，400块加码到600块，我们全部拔档。你看看，你假如说从95块，你把它算算看，是涨了544块，你看看涨了672，涨了6倍啊！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就知道这个6倍啊，真的是让人家叹为惊奇。那我用的方法就是什么？为什么有办法这个抓到这些股票？很简单。我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洞悉主力的四步棋，在低档我懂得布局，懂得敢爆，到高档我懂得出。那我提出的所谓贵出如混赌，贱起如注意给大家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沿路的上来，直到年底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要懂得所谓的避险。一个险字，今年就选一个字。我当初是用我们研究团队所出的基本报告，所以四面双卡做到面面俱到，追求利润。所以我现在要找的股票也是财报三利三升，毛利率、盈利率、就业净利会上升的股票，来作为我们基本的一个方法。当然了，新春我们也希望你牛运亨通，新春大红包，3月1号起上会期，我们买股票不多，欢迎你加入。如果你在股票市场遇到了一直跌涨不动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LINE 摩尔5168，我来帮你解决。在过年新春以后，我会帮你来解决。欢迎你加入摩尔5168 LINE 摩尔5168，我们有钱大家一起算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好股票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在此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快快乐乐的迎春年，迎新春。过年以后来打拼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我们继续讲过气篇。谢谢各位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新春快快乐乐，但是出门要小心，安全回家。要穿得暖，这是我给大家的祝福。新春的牛年行大运，牛年赚大钱。辛丑年是一个指数虽然涨到高点了，但是有个股表现的空间了，每年都有涨几倍的，只要你会找出来，
而这些涨几倍都是在低价来涨的股票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利基，哦，250、350，我一路告诉大家到600块的次数，这个拉回也可以买，这是 YY6 的股票，一样的。市场上很少讲中美金的，因为它太牛了，到100块起标，全市场只有我告诉你中美金 OK 涨了80块，到180，我跟你讲怎么样，不行了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你不是说中美金有200块的价值，你打个九折嘛？中美金会大涨是因为这个母以子贵的环球金嘛？环球金只到600块以上，中美金就会大涨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所以说大家知道历史的经验非常的重要了哈。你要懂得一些股票啊，它有它的历史的经验存在啊，你就懂得这些东西。去年是5G 元年，我推出来什么智邦，当时智邦137块，我说这个会倍数，会翻倍，结果到260，最高到324，我跟你讲300块以上的智邦我就不介绍了。我对股票的数字非常的敏感，尤其是整数关卡，整数关卡你要了解，股票到了整数关卡你要先避开，不要去追逐了。你看它又回来了，所以股票有你要懂得它的动脉技术分析，然后试形成拉回再一波，第三波以后你就不要赚了。五 G 基本上今年是五 G， 去年五 G 元年，今年是电动车元年。今年的主轴会放在电动车，以后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。我们就看过去来看，过去的时候我在9月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能源股，包括盐晶，包括茂迪这些股票。盐晶我从9月2号的20块到10月15号的退出40块，赚了一倍，总共30个营业日，就是等于6周一个半月赚一倍，确确实实的赚到一倍。股票不怕涨，你看它涨从多少钱开始快，从10块涨到20块，你说涨一倍你怕什么？修正完再涨一倍，它是涨4倍到5倍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铁的事实。当完了以后，我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，我在40几块出掉了，你可以先退。你看，打到29块才又开始。股价高的你要懂得卖，低才来买，叫做贵出奴混土，贱起奴注意啊。这一句话也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在以前呐、啊，这个所谓的《史记》里面《货殖篇》里面的一句话。就是在换底所讲出的一句话，做生意啊，你要卖高买低啊，股票也是这样子啊。你说股票有什么好赚钱的方法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卖高买低，只有这个方法。你懂得买，要懂得卖，对不对？道理就这样子嘛。另外，我在今年8月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这个疫情还是很可怕，我提出了一个股票叫做2387。这是剪刀脚的笔电，从40块到70块，短短的期间赚75块。从你看这个，我从8月份到9月份就做这一档股票，75吧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怕，对行情哦都怕嘛。因为从7月28号以后，行情大涨以后，进入了一个盘整格局。进入盘整格局的时候，我在跟投资朋友讲，这个行情还会突破，会到14066。你那时候是13031修正下来，整个在那边耗了3个月的时间，从7月28号到11月2号，我提出的见解。为什么我敢提出这个见解？这叫修正坡嘛。那你要懂得修正坡的方法。修正坡它有一个特色，我在这边所讲的，你看我都有理论一基础哦。修正坡是不是这样子？到最后是不是喷出？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多少次，你长期收看我的节目就知道我给大家看多少次。这就是对股票的看法，对不对？股票的看法你要根据理论，然后实物再加上去，你就是当赢家。另外我告诉你的，台积电的大涨引发的这个设备厂的加登，
从89块飙到339块，现金增资110块。在这里236现金增资的时候，我也告诉你啊，这个会飙啊，快要到400块。当然，我不会建议你说你是追高了。很多股票要行情到，然后顺便呢、啊，他来才能够买了，一样道理啊。股票不能乱追高。包括去年有一档股票叫双红，那时候才106块。我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有机会啊，涨了2.5倍，涨了147块，散热模组的双红。双红所引申的七红，我从46块做到70块，77块就不做了。为什么？股价就是人家说这个三百几吃中间了，气头气尾站中间，眼睛也是一样啊，气头气尾站中间啊，你用这种方法赚，既安全就会赚钱，是不是我告诉你的方法？对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很多股票涨的，像这个南电 ABF， 这也是我在第一档告诉大卫，总共涨了六倍耶，六倍，这是五 G 里面，我当初在讲五 G， 就讲这个，除了这个被这个所谓的这个 PCB 之外，就是 ABF， 包括蓝星、星星3037。我当初在讲的时候是在低档哦，到高档我就不讲了。你假如说你看30块涨到90块以后，你就不要这个股票再赚有限的啦，那只是卖油啊，要赚就赚大棒，赚大棒。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，就是说，你要把第一些你在股票市场，第一个你要抓住大盘的方向，大盘的方向最要紧，因为大盘它会告诉你答案嘛。你大盘抓得准，你就会赚钱嘛。然后再来就是主流在哪边，主流你抓到了，你也会赚钱。如果你主流没有抓到，你还是赚不了钱。今年的这个行情啊，也是大家意料之外。很多股票赚不到主流，就赚不到钱，对不对？到包括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，这个2021年一月份，我告诉你火烧连环船了，要小心啦、啊。有些股票已经回档了，你不要乱买啊，乱买你就会套到，一套到的话就没完没了。尤其很多人在介绍你去做比特币，你看汉信从140几块跌到80几块。这些都不是我们做股票的人应该做的。我们做股票就是怎么样，脚踏实地，踏踏实实的，实实在在的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投机取巧，不投机取巧。为什么？因为指数到了高档，你要去投机取巧，你赚不到钱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2021年要一个怎么样，步步为营，心头上加一个险字，注意修正的转折的点。修正坡能够避开才是赢家，邪恶第五坡、延长坡要风险管控。买主流，欢迎参加 LINE 小老鼠莫5168，管控风险，赚进金牛财。每一次的风危险，我都会告诉你。你除了看十大前指股之外，你要洞悉主力四部曲。主力怎么买？他是在低档打压来买进，拉抬再拉抬，高档出货。你不要被人成为被出货的对象。我们的方法很简单，基本面去选股，技术面切入，筹码面来看市，来做到风险的管控，获得最大的利润，做到面面俱到，追求利润。我现在所要布局的一定是财报三利三升，毛利率、盈利率、税后净利率会上升的股票。好，如果你的股票一直跌涨不动，欢迎你参加 LINE 小老鼠莫5168，我帮你来换股。虽然是新春，我们都会去看，欢迎大家加入。我们 Telegram more 5168，欢迎大家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想要赚直接赚的人来参加我们牛运亨通新春大红包，2到3档，快速达标，3月要起算费起。过年我们一样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平安安的出门，快快乐乐的回家。我们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发大财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